喺我跳舞嗰時，我覺得我嘅身體咧就好似一個樂器咁啦，咁就喺度演繹緊嗰首歌入邊本身有嘅旋律。當呢兩樣嘢喺嗰個 moment 我可以融入到，自然咁控制我啲肌肉去配合個音樂嘅話咧，其實個感覺對於我嚟講係幾好。咗肚皮舞九年，咁就我当初系因为去土耳其啦，所以就同肚皮舞结缘嘅。我嚟到跳肚皮舞，大多数人谂可能谂减肥，但系可能跳耐咗之后，佢反而会有少少改变嘅谂法，就觉得有个肚腩其实都几好睇，有少少肉地，其实睇落去都唔差。上台成日都喺镜入边望到自己，原来自己可以做一啲动作会睇到自己另一面，原来呢一面都几靓噶。咁有机会去演出啦。跟住之後就開始發現到自己原來演出嗰時都自己係唔一樣嘅喎，因為可能對啲動作或者舞步純熟嗰時，咁你好享受個過程，自然嗰個自信會提高。有啲腰型，但係又唔好話去到太瘦嘅女仔，其實我都覺得靚嘅。雖然可能有少少肉地，但係冇話特別去戒口啊，去減肥咁樣樣，反而令佢自然啲。同埋我本身都有啲，即係起碼我有做運動，都有腰線，所以我都覺得自己身形都 OK。